是。我们拍到太阳。哇，晒太阳都拍得到。有啊。就一颗。光膜看了就一颗，哎、欸，晃过去了。手机很难拍到月亮跟太阳。哎、欸、，iPhone 呢 ？iPhone 呢？因为它的感光度太强。啊啊！我有没有拍成功？有吧，我在你这。